让你担心，好气哦！我有一头小毛驴呀，我从来也不骑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路飞下去干嘛？我感觉我要喷他去，喷他去了！哇哈！我是一只小短腿，身高1.3米啊！我身高1.3米，你们也欺负我，上当欺负我！你们要想套路我，想得美！我才不这么容易被你们套路嘞！嘿，我要闪现，哈哈！你们经历过绝望吗？我要闪现，哈哈！你们经历过绝望吗？一波龙争虎斗啊，抢龙大作战。刚刚对面少白怎么说的啊？他说我们不敢跟他正正当当的打一场，你跟谁俩呢？是不是啊？现在就是抢龙啊，面对面正正当当的打一场，看看谁有实力。什么叫实力？这就是实力啊！大龙是我们的，胜利也是。到了。我从小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峡谷里面的草太多，我要给它割没了。但是每次去割草，队友给了我最爱吃的大嘴巴子。算了，还是回家吧。啊！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妈给我包的酸菜馅饺子。哎，看来只能用这一招了。我要充钱。王者荣耀，爱你啊！飞拉拉，别爱你啊！你们好，我是渣渣瓜。看到后有没有一个二技能封锁走位，然后一技能接大刀烧他？对，嫂子，讨厌了你当时工作，你居然打人家后，笨炸酷！哎，我们这招打击，哎，小妹妹，我掉线了喂，掉线了，一个烧线直接带走，巴啦啦小魔仙变身，太有才，反滚，来一桶泡面。我是豆白，没错，我依旧是那个酷酷的豆白。别人的露娜月下无限连，我这个露娜是月下连不上。别人有好几个大，我只有一个，这是为什么？偷个鸟，偷个壶，别让人家看见，准备回家。哎呀，有人，我大招，不是，这桥怎么说？这么厚吗？重来一次。